阿胖例行八小时瘦身，一点五个月产肉十二公斤。这段时间撑过去以后，我再也不想看到鸡胸肉。阿胖会那么痛恨鸡胸肉的原因，全都是为了个瘦字啊！你看看他才一个半月就瘦了十二公斤呢。还不快告诉咱们秘诀？因为我那部戏八个月都演爸爸，你拍完就马上就开始减重瘦身，胖八个月也该瘦个半年一年这样子。公司有请健身教练一对一，那他们也有对饮食也有控制，一个礼拜两天要进去训练的时候都要先量体重量体脂，如果你有偷吃教练忙就知道。除了健身房以外，每个礼拜还有两天的有氧，我自己想要习惯那个饥饿。最近的话会16:8，16小时不吃，8小时以内吃，让空腹的时间比较长。那你都吃什么？鸡胸肉、花椰菜、空心菜、胡萝卜、烟熏鲑鱼，中午可以吃地瓜。酒不能喝，所有东西都无糖，只有水、气泡水、柠檬汁、黑咖啡，我连茶都没喝。自从开始减重以后，都大概最晚不会超过12点睡觉。因为睡觉就不饿了。我有两天梦到我去吃 buffet， 在梦里面吃的好舒服，然后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好空虚。其实后来我有教练，大概一个礼拜，我看到你有些成效，他就会让你吃一餐欺骗餐了。你可以去吃火锅，也可以去吃烤肉。我以前那个火锅的菜盘我是都碰都不碰的，我现在都是菜盘先煮，先把菜吃了，然后鱼丸贡丸那些都不能吃，也没有沙茶酱。现在就目标就是想要有线条。当一次猛一点的男生嘛，当也不要。娱乐动新闻，6块太恐怖了，4块不到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自己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